罗家英同大祖儿呢日出席一个游戏活动，同现场市民互动玩游戏，气氛热闹。虽然两人年纪有所差距，不过佢哋就话早前一齐拍广告时已经合作愉快。家英哥更大赞祖儿美貌与智慧并重添。呢排因为工作而周围飞嘅祖儿喺活动结束后又要赶飞机去东京拍嘢，不过佢就话乐在其中，仲透露今次嘅工作内容添。一阵间去东京就系拍一首嚟紧会出嘅歌嘅一啲 MV 片段哦 ，MV 系啦，冇错，所以自己都好期待嘅，同埋都好中意呢种咁多地方去嘅感觉啊！喂，特登喺东京拍，都想拍你东京嗰啲东方色彩嗰种味道，系咪咧？系啊！咁你系着啲咩衫咧？着和服啊，因为着古装水手服。水手服啊，系啊，嗰啲古代水手服咧系古代水手服，应该古代嘅水手服应该好有和服嘅色彩。唔系你系水手校服嗰啲定系水校服类型啊？系啊，水手校服嗰啲啊。哇，水手校服啊，即系有条领咁样，系啊，嗰啲咁样，咁啊条拉链拉到咁低嗰啲啊。我都想嘅，但系冇咁大嘅 quality， 所以就縮翻細佢咯。大祖兒而家成日真係佢係咪都會攞靈感？我見你而家開始係好多你參與喺作曲啦、作詞都自己都花好多心機落去。係啊，因為都想才女啊。係啊，你睇唔出我有好多內涵咩？我睇出啊，裏面好鹹咯。係啊，濃濃嘅內涵啊，就係呢啲所有嘅靈感咧，都要靠好多唔同嘅經歷啊，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啊，去發掘出嚟嘅。咁都好想把握好多唔同嘅機會咧，趁而家可以有時間啦，即係而家暫時唔使拍劇，又未有節目嘅喎，咁啊可以去多啲唔同地方去攞下啲靈感經驗啦。咁你喺我身上攞唔攞到啲靈感咧？暫時攞唔到，所以我好想跟你去下啲美國啊、佛山啊、澳門啊嗰啲地方攞下靈感咯。有冇興趣帶埋我一齊？不如我哋去宏大先拜下神啊！九月初，家英哥同阿姐汪明荃即将再以夫妻档合作演出，家英哥都话好期待啊！有十天嘅演出，粤剧系。今次你系咪自己都你又系要参与好多，即系可能执行上啊、制作上嗰啲嘢都要？系啊，我哋嘅华名导演咯。系系咁啊，同阿 Lisa 姐今次合作如何啊？合作不嬲都幾好噶，越嚟越好咯。係係咯，以前就唔係好聽話嘅，而家聽話多啲啦。而家佢聽你講啦，喺粵劇上面佢不嬲都聽。係啊係。